这是你的化妆品吗？这个很难卸。哎、欸，那个你这个是用什么画的？黑色这个。刚洗掉了。哎，超干净的，我的粉刺都洗掉了。重点是，我是超清爽的。眼睛，眼眉好笑，额头。哦，还不错，现在是超累。哎，这是你的化妆品吗？这个很难卸。这是谁呀？他在干嘛？卸妆很大力，他要伤到我皮肤。哦，就叫你乖乖卸妆，你就不卸妆，要油露的，然后要黑头粉刺，你又多久没用去角质了？嗯，那、你用那一罐吗？不罐。对。洗得干净吗？这个东西？看出泡泡。哎、欸，哈哈哈你看你们两个的节奏啊！哎、欸，画很油腻。那个，你这个是用什么画的？黑色这个。它都洗掉了。哇！你的怎么跟我不太一样？我就是轻卸型，就像我们家化淡妆，回家洗澡洗脸的时候就可以顺便一起卸妆。它里面挂啊，就是专为毛孔粗大、有粉刺、会出油的人使用的啊。哎、欸，这洗干净嘞。对。哎、欸，超干净的，你看，黑头的粉刺都洗掉了。我看，哇，你看你刚刚鼻翼本来都卡粉，然后毛孔现在洗干净了，是假的，这些都把油妆卸掉了。重点是，我是超清爽的，超骨溜，超骨溜，整张脸好像在呼吸一样。看，就是要趁毛孔张开的时候加速，让它保湿吸收更好哦。嗯，那等等换。自己看啊！哇，很亮，超亮的！你看，完全没有那么的彩妆，都卸干净了。你看我懂，亮。谢谢我太太，每次都介绍这么好的东西，谢谢你啊！这个超方便的，卸妆洗脸一瓶搞定了，拿一张。懒人专用，懒人的福音。